The Evil Within 邪灵入侵终于确定发售日期啦！发行商 Bethesda 宣布即将会在8月26日正式开卖，而且呢还会同步推出 PS4 以及 Xbox One 的次世代主机版本哦。哦，终于等到发售日期，不然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预告，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个超恐怖的游戏吧。由恶灵古堡之父三上真司带领 Tango Gameworks 工作室制作的最新惊悚游戏《邪灵入侵》终于确定发售日期喽！本作预定要在暑假的尾声8月26日发售，官方也确定会推出次世代 PS4 与 Xbox One 主机版的游戏内容。在消息释出的同时，也一并公布了最新的游戏预告，让期待已久的玩家们已经可以开始害怕战斗喽！制作人三上真司表示，游戏市场上还没找到一款能让玩家真正站立的作品，这款《邪灵入侵》就是要让玩家沉浸在垂死挣扎的恐惧之中。后续的消息也请继续锁定我们电玩宅速配喽。Oh my god.